开始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两个队伍对三人赛的战法都不是很了解，因此一开始选择的都是直线进攻，三名选手形成一个平面接触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三个一对一的比赛。是的，这样的话就失去了三人赛的趣味了。没错。哎，等一下，红方暗阳松柏队改变了阵法。哎，就这个阵法来看，其实红方是认真研究过三人赛的战法的，这是典型的罗马军团式。说谁罗呢？有这么好看的罗吗？下次说女侠，女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淡定，淡定。这是由两名队员充当盾牌，在前面挡住对手的攻击，由另一名身材轻巧的队员伺机突袭，利用这种战术攻击，我相信啊，一定能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没错，红方暗阳松柏道馆队对战法很有研究啊。哎，他们又改变战法了，这是要围点打援了，攻击对手的最弱的一环，然后诱敌深入，再出其不意的出击啊。哎呀，出局。刚刚开始，才过了几招，红方就将蓝方的一名女选手踢出了界外。按照这比赛的规则啊，这一名选手啊是不能再一次的回到这个比赛场上的。对对对。那么对蓝方而言啊，是面临着二打三的局面，形势非常的不利。正在攻击对方男选手的这名女队员，这是刚才红方使用罗马军团式战法中承担攻击任务的选手啊。不是罗，是女侠。说女侠，女侠。女选手正面攻击男选手啊，这在其他的比赛中啊是看不到的。资料显示，这位范小英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。这可了不得啊。是啊。小莹将男选手踢倒在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样就击毙！KO！范小莹 KO 了对手啊！看到没？我女侠，我女侠！初次参加国际比赛的女选手竟然 KO 了男选手，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。击倒对手，一次 KO， 两次击倒出界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了不起，暗阳松柏初次参加三人赛，就创造了本次比赛最快取得胜利的新纪录。没错，果然啊，叫松柏的道馆就是不容小觑啊。